你在啥子？你在啥子？老板儿，买个拖把，冻的那种。冻的。是因为葛爸他不要来啊，这是关系脸面的问题，你不能让别人大老远客人来看在家里面乱糟糟的，我就觉得给别人第一印象不好吗？家里没有拖把吗？家里面那个不好用。我喜欢这种。哦，他喜欢这种感觉的。来个好的，就可以甩干的那种，就好拖的那种，一整就整干净了那种。这是最好的了吗？在我那儿的这个。比这些都好噶。要得要得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收收，谢了。哎呀，来吃包子，蒸饺，吃个鸡蛋哈。哎，吃豆浆包子。哪吒，哪吒呀！小孩是不是有个阶段就会喜欢这个？嗯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有的。来，收收，我等会去啊。把铺，然后我把完铺过后，下面他们玩具房，然后带你们一起收拾，我们把它归纳一下。耍那个要归位，晓不晓得？好的。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的，好的爸爸，好的爸爸。每次问他有没有问题，有啊。待会儿把玩具收好，好不好？好的爸爸。有没有问题？有。你要说没有。好的爸爸。有没有问题？有。好吧，放弃了是吧？放弃。等你帮我去买菜，然后我就在屋头把卫生、把床单那些我给他换了，把我们的热气拿出来吧。对，你先买菜。我买点好吃的，我们喜欢吃特别点的嘛。好好好，拜拜。爸爸要打扫卫生了，我先去铺床。好的。走。哎呀，这到处丢弃屎，我要快速收拾了。爸爸开始了，看着都累，突出了母亲级的感觉。一边做还一边说，还有捧场的，小了，还带配音的。那再给他来一个鹅鹅，这样。小啊，这是我的。我知道，就这样让他们觉得很温馨的感觉嘛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我们去哥哥屋铺床了，走。啊，你说那个。他们会怎么分配呢？说说。他们一般都是小宝、小米一起睡。小宝、小米一起睡。嗯。我在想，小宝他是跟谁睡？我害怕他掉下来，万一滚下来怎么办？我们去借一个那个围栏，走，大北，大北。啊，大北又来了。好兄弟，今年你要更独立。五 Q。大北哥，我记住你了哈。我记住你了，记住你 了, 住你了。大北那儿肯定有。这这么多次了，他现在很怕麻烦别人。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接了这么多次了。没的事，哎呀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我以前的邻居太红了。走，这个叫人去人生。什么动物？大北是。我就在这里看着。你敲门。我为什么？你先去敲。你自己要去借他。小宝来了，掉下去怎么办？快点走。我也要去。去吧。男人嘛，能屈能伸是最重要的。我跟左都说，他觉得有点尴尬。这种事情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那个表情。大北。又要找大北叔叔。来，你走前面。Hello， 大北叔叔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来带孩子来看一下你，好久没见了。那么见外吗？看一下你，顺便借点东西。人屈人伸。借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大圣小时候那个床的那个围的那个。床围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主要是今天那个葛爸、葛妈他们今天要来，他们要住两天，我害怕小宝滚下去。那我给你找，谢谢你，我给你找找，我给你找找，谢谢谢谢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跟着等会儿。最好的是谁呀、啊？雨娜真是捧场王，你站在一起下去啊？没有别人家嘛，不好。小姐，他们帮忙。来来来，哎，是不是这个？
对对对，就是。小心小心小心啊！ Yes, yes. 哎，大北叔叔，你会上吗？这个很简单啊。坐。这个放床头，这个放床尾。啊，对。但确实我们需要这个东西，小宝喜欢睡床缝，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就行了。啊，小宝睡那边，对，他往这边放，这边有个大人哈。对对对，很贴心啊，杰哥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。安全了噻，这样，是吧？可以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行，大白，谢谢。没事。叔叔，拜拜。叔叔，你把这些衣服全部给我叠好，这些乱的地方我待会儿拿上去。好。哎呀，他其实也很乖。我们家两个都很乖。妈妈可是最小的手。嗯。等一下，不是说不要吃糖跟薯片吗？虾片。啊、哦，也差不多。小脚，小雅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收拾身呀？没事，你自己收吧，自己收吧。妹妹，这个千万不能搞哈，这个是葛叔叔他们来的时候摆一个样式。这是叠了个啥？安娜做的，对我一直放着的。我做这么烂的一个礼物还在，保存的非常的好。哎呦，可以，有心的。啊，宝宝，我们下来喽，出发喽。妈妈还要再锁锁买礼物，还有锁锁买礼物，那你钱呢？啊，你没钱了。妈妈拿枪了。还有6块钱。我们买的作业本的锁锁吧。3年模拟5年高考。他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 啦，作业本，练习册吧。对。哎呀，你变成七人天阿宝了。阿宝宝好可爱。阿宝。阿米，等会儿我们去杰哥家，那个允儿她之前不敢去幼儿园，你传授一下她去幼儿园的一些小经验好不好？好。行吧，再躺一会儿吧。爸爸快到了吗？还没有呢，我们在过去路上呢。来，继续继续，快快快，来，我先擦桌子。哎呦，一尘不染。动作快一点，他们要倒了。妹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说好的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，现在几点钟了？不能吃薯片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小雨。我们说的是9点到10点可以吃一点点。妹妹是不是违反规则了？是的。违反规则及时制止，要有自控能力，晓不晓得？好吧。哎呀，小雨。把这个放柜子里。好乖呀、啊。哎呀，太乖了，天使。你看他多听话，说不吃不吃。嗯，要是马里奥绝对哭死了，肯定都要吃完。来，继续继续。叔叔，去偷玩具。好。来吧。
都有个叔叔，真的是太快了。不至于吗？有种干湿一体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拖地机很方便啊，自动上下水。对，有。他一开始洗碗机都不用，用过一次之后才知道，哇，原来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是吗？完全不知道。原来在我们来店做了这么多工作，好，必须的噻，宾至如归。辛苦辛苦。卧力，他直接倒到厨房的这个里头。哦，擦掉，太恐怖了。哎，这不能往里倒，到时候又要洗菜，我觉得要吸取教训，一个坑不能踩两次，我情愿累一点，我要到厕所吧。厉害厉害。好 old school 啊，这个。很 hiphop 这个。我觉得葛爸他对这种细节要求方面是挺在意的，你像平常拖地我都不放那个消毒水，他们来我还特地要倒消毒水，还拖了几次，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嘛。哎呦，学霸，是的，放消毒水拖地。怎么那个地，哦，那是屏幕有点脏啊，我是第一次。哎，哥们，接了吗？接的，接了。哎，小米，思阳宝，要到了，我们在路上啦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哈。好。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，因为小米可能身体不舒服，我们中午给他稍微煮点白米粥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没有问题，白米粥哈。会煮吗？会的吧。我尽力哈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那你先搞，我们到了再跟你说，你来接一下我们好吧。啊，我给他煮小米粥，好，拜拜。打扫完了，好，真棒！吃稀饭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个，你问锁锁。再盛点水吧，稀饭了吗？你手干不干净，爸爸？干净。你手洗没有？你手是洗了？洗了的。锁锁都不相信他，问了好几遍你手洗了没有。湘潭煮粥。煮粥。开始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水有点少，熬一大锅肯定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就等他们来了。喂，杰哥。哦，哥爸到了吗？对，我在欢迎回家这个地方。好，我马上出来接你哈。走，去接小米姐姐了，快点快点。妈妈，不是不要带锁锁吗？玩玩去。锁锁不喜欢玩具，可能他喜欢，他喜欢。我看看他们啊，开走。嗨 ，Hello，Hello， 还有，哥爸 ，Hello，Hello， 安娜阿姨 ，Hello， 锁锁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呀，小宝，你一下走进来，你太乖了。轮流捏脸，我洗了手的哈。对对对。小宝执着的要给锁锁买礼物，喊了一路了，喊了一路了，谢谢。走走走走走，来到了电视里面的地方。大北，大北，喂，真的在？妈妈什么东西在呀？大北 ，Hello， 中国好邻居。老爸呢？
进去了。好。哇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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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不好拿？不好拿。你先走，告诉我在哪里。我来抬。哎呀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猪猪呢？猪猪出去买菜去了。哦，买菜去了啊。哎，这个是我做的。对呀，你送给我们的上次。还没有坏是吧？还送给我们的。